熊小弟的栅栏。熊小弟种萝卜，为防兔子做栅栏。栅栏做好了，萝卜还是不见了。熊小弟想啊想，原来栅栏不一样高。熊小弟想办法，拿出尺子量一量，量好高度做记号，栅栏做成一样高。栅栏做好了，萝卜还是不见了。熊小弟想啊想，原来间隔不一样宽。熊小弟想办法，拿出尺子量一量，量好宽度做记号，间隔做成一样宽。栅栏做好了，萝卜还是不见了。熊小弟想啊想，原来还有小兔子。熊小弟重新量，栅栏的间隔再小些。栅栏做好了，萝卜还是不见了。熊小弟想啊想，到底问题出在哪儿？